你会出现，会有上百千个专门来自香港、澳门这样的还有服务。它也是从香港放出人出来的。你的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庆典，办成了九月特色专属的奥运会，是全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。港澳志愿者千里迢迢来到北京，以高大的服务和良好的形象，为举办人数成功的奥运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，向大家表示感谢。能源光电志愿者能再接再厉，成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使者，为各国来宾送去友谊和欢乐。希望志愿者能发挥优势，以更娴熟的技巧和专业的服务，为办好奥运会做出新贡献。我跟你比，和平、友谊、进步的精神，和一次奥运，使奥运和奥运运动员更加深入人心。希望港澳志愿者能将奥运会的宝贵经历，转化为今后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动力。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发挥更好的作用。国务院北京市官员、李继全、周波、江小娟、李希文。